全新的锦衣店小二上市了，叫通晓三界。店小二锦衣正式放出，老王第一时间展示效果，把图大唐穿上会不会出图率翻倍？颜色很多，是谁说的好帅？有点像逍遥生穿这套锦衣，有点像女扮男装啊。做完全部任务的话是15块钱，锦衣就是先花5折，五折的话是75，75的话每天做任务返10块，就变成15。15完成6天的话会送你个手巾，看一下手巾啥样式啊？咋没出呢？店小二的手巾呢？看见店小二的毛巾了吗？说积分兑换里有啊，工作能提示分辨，七月一号才能买。对，活动结束才能加入积分兑换，七月二号才有。这套锦衣好神秘呀！我估计连做几天任务的话，应该能看到。兄弟们，现在有想测试的可以测试啊！6月28号最快的话是。啊，我看一下，29、30，然后4号的话能看到一个店小二锦衣的完全体。咱们现在能看到的都只是冰山一角、边角碎料啊，看起来啊，只如果是只有这种普通形态的话，我觉得太一般了啊。